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北京南站，是不是？北京南站。你说说你，这么小一点点人，挥机挥回来，一会儿在高铁坐过去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嗯、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哎。我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呐，没见过那么多人啊。走，出发。好了，检票，检票。别逗了。